时间12月16日，一带一路国际日，全国留学生足球联赛浙江赛区在湖州市德清县体育中心拉开帷幕。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坦、土库曼斯坦、阿根廷、泰国、美国等48个沿线国家100多支在华留学生队伍参加比赛，在全国16个省。The game is still 0-0 at peace.